我是观光列车长的111年了，7月3号，台北捷运淡水西线台北站，16:51，车牌号是台往象山，土象山的 C30-10100009编组。我刚刚想刚刚是个人，然后就会在台北站西口，在快车站多停。搭台铁、高铁、桃园捷运的旅客，台南线在台北段转车。台北有车厢，那个嘛，专门都做这种的。台北车站到了，土象山看往象山的高亮线刚刚是元和站19:52，好的，没哎，开往淡水的捷运列车。等一下，好，关闭车门，开往象山，关闭车门。如果想没有麻烦，我们多多点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哇塞，咖啡，咖啡捷运列车哦，我终于遇到了左岸咖啡馆。刚才像刚刚是元亨，哇塞，终于遇到了！哎，我个人终于看到这个左岸咖啡捷运列车，柴尾捷运列车，最近新推出的一个006 C30-10102次哦，开往淡水，然后淡水的高年远高年时间，哇，超感动的啊！刚想说遇到，没想到真的遇到。哎，最近我知道这台彩绘，然后左岸咖啡馆的彩绘，还今天真被我遇到。好，就这样。那刚刚那班已经驶离了，赶快再见，拜拜。